用力扫除地上积水，还给灯区舒适环境。这里是屏东灯会大鹏湾灯区，赏灯的人潮还没到，清洁队就开始忙碌。早上八点上班，一直到下午五点都是坐不停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清。所以大家都蛮辛苦的，不过他们都不会很累。加水呀，很漂亮。哎呀，拢无垃圾。从白天到黑夜，除了厂区清洁的人员之外，县府招募的环保志工也加入其中。他们发挥创意，协助引导清洁，高举 LED 灯宣导环保概念。每一份心都希望地球更美好。我们很辛苦，谢谢你这样子，我们也做得很高兴啊。我们虽然是志工，但是我们家在办喜事啊。参加灯会的这些民众，他们针对我们的这个园区呢，非常的能够就是互相保持这个清洁，尽心尽力分享喜悦，希望民众有一个舒适的赏灯环境，而做好资源分类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回馈。大爱新闻潘真真瑞平屏东报道。北韩领导人金